Thank you, sir. Thank you, sir. I'm fine, please. Wow, nice restaurant. Please return. Would you like something to drink? Yes, I'd like a glass of ginger ale with ice. Harry, what would you like? Do you have a dry white wine?本色至真至纯，来你天然矿泉水。Baby leopards on May 17th. Their mother refused to. 定，谭生嚟咗啊！阿姨 ，please。阿静 ，I like it here. I do too. I come here often.A special place for special people. Thank you. 阿靖，阿靖。Wow, nice restaurant. Return. Would you like? 诶，票咧？啊，对唔住，我喺个袋度啊，一阵再俾你睇下吓，喂，补翻啦。住我！对唔住，对唔住，你喊咩啊？早上还在的吗？我刚才在给房子捡菜，家里叫我的。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你感觉是活生生的人的样子，不是演的样子。而再好的电影，专业演员他是演，你是对他是欣赏，你不是信服，你是刹那间的那种假定性。哎呦，你突然因为故事很吸引你，突然就哎呦，他就像这个人了。但是你当然知道他还是。姜文还是刘宝田，还是我们熟悉的演员，包括巩俐在秋菊打官司，他还是你知道这是巩俐，你所以欣赏他的演技，他怎么可能到这样一个程度，这么逼真？但是我觉得如果看这些人，我相信银幕上将来不是欣赏，就是哎呦，他就是这就是他，他就是真的。你喜不喜欢演电影？喜欢。为什么？最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把那个，电影里面的人物画成我自己。我来时的，他们告诉我这是张艺谋的这个导演，上这儿拍电影来，他们找我我就跟来了，什么咱都没说，我觉得是他这个玩的人呢忒笨。他妈拍出来忒麻烦，我琢磨着，给人家别带着痛苦了。你要带这么大的景别啊，就不像人的主拍这部电影条件格外艰苦，而越是艰苦的环境，摄制组的越是要做到精益求精。非专业演员表演难度很大，有时为了取到一条满意的镜头，竟耗费上百米的胶片。他们精益求精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的保留生活的原状，追求电影的现场感和真实性。在平常以往拍电影的时候，就演员走哪儿到哪儿，给地下画位置什么的，位置准了，那画面也就比较好看。但是在这种情况就不行，就是你不能限定他位，一限定位置他就傻了，就是生活中他没有位置概念嘛，所以只是一个大概，就是你们从那边走过来，
啊，到了这儿了以后说话，那么大概这位置就得我来把握。全部是非职业演员以后啊，我觉得，胶片量确实很大。嗯，我们第一天就拍了5000多尺，按现在的这个拍法的话，双机拍应该是在30万尺左右。无法要求这种非职业演员他每次一次到位，导演呢要求也非常严格。我觉得要出一个好的作品的话，我们就要把钱用在这些方面。这样，魏宇之准备，另外让魏宇之记住的要求啊。都用好了吗？好了，挺好，有了。啊，就这个过程才能拍。地质美人了，看似。好了。啊，觉得他们在这拍戏，你是不是觉得非常新鲜？哎呀，他们也新鲜，他们也辛苦，你来往走。别去这个啊，这个破烂啊，这个水土啊也不放啊，好像这个城市也不一样，是吧？也新鲜，没见过不新鲜。想不想参加他们剧组的拍摄？哎，想，咋不想哈？这就是抓拍，不知道抓拍，不知道导演是干啥就叫导演。这个过程才能拍。地质美人了，看似。好了。他们那无线啊，给他们稍微的安静一点。因为他们就是按生活中来，有些专业演员给他们录音比较觉得那个吃力的是什么呢，他们觉得他们在演戏的时候啊，就觉得就必须要特别轻声，就这种，然后呢你跟他说啊，这声音录不进去，观众听不见，他说那你要听得见的话我就演不了戏了。但是非职业演员就没有这个，因为他们生活中就是必须得让别人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所以录起来还是可以，而且你跟他们说的时候也比较好配合。你现在叫演员的时候都用方言叫，你可以给我们叫两声。对，像我们叫那个我们那个女主角，叫魏敏芝，我们叫她魏敏芝，有时候她就反应的比较慢，我们叫魏敏芝，立刻噔噔噔噔噔就跑来了，反应特别快。村长也是，村长你干啥了你？赶快把那小喇叭打开，就是他就把那个无线麦克自己就给打开了，特别特别的配合。老师，高老师带认识的，他都好几次了，你再我找他也不回来呀。你不找我找去。你放心，你听听我的吧。你看村里拖拉机了。村里哪里拖拉机呢？村里没有，个人的，人家出车了，没处找去。那你给我钱，我坐公共汽车去。这些从20000名学生中选出的孩子第一次演电影，虽然他依然贫穷，但是有意无意之间却变得自信与坚强，因为他们展示了在贫困中那种对于知识的渴求和向往。而今天的经历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们以前看过电影没有？没有，没有看过。看过。以前你们见过摄制组拍戏吗？没见过。都没见过。没有。那你们这次能参加摄制组拍戏，高不高兴啊？高兴。能在看电视中看到自己，就非常高兴。那怎么说的？那天个，那个就那车去我们学校接我，我们同学都出来看我。后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们。还上着课呢，我到了办公室，他们好几个孩子都出来，都在院子里，在床头上趴着，来看我，都非常羡慕你，也想来拍戏，是不是？是。那你们家人呢？我的同学还想跟我来呢，一块儿来呢，不过人家不要他。是吗？这些孩子吧，没有一点意识，他想干嘛干嘛。有时候那个就是因为从镜头上看，有些孩子叠呀、什么的，就给他。拉就是给他让他站好位置，扭头就跑了，他没有意识，然后就眼睛就东看西看，觉得哪儿都好玩儿。当我们离开的时候，影片还在紧张的拍摄之中，而与此同时，关于张艺谋的新片《一个都不能少》已经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瞩目。有人这样评价，这部电影如果失败了真的是很惨，如果成功那一定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电影。影片《一个都不能少》不仅反映了山区孩子贫困失学的问题，它更表达了我们全人类的共同情感。张艺谋希望能借此片呼吁有更多的人关注希望无细菌有效预防青春痘，小痘痘休想钻出来。 Clean and Clear 泡沫洁面露，干净清透没问题。强生婴儿爽。